日前解解封，南投市八卦山山顶一间跳舞场，除了推出鸡酒、剥皮辣椒鸡汤等等餐点提供早早，也特别规划游程，提供民众预约入园体验。业者会导览介绍山顶的特色，并带游客来到市鸡场捡鸡卵，带大家来到山顶行行，也体验农村生活，放松心情。八卦山才第一啦。是浊水溪的冲积平原，啊、所以、哦、我们的土质都是红土。坐上电动车，听业者介绍地方的红土民情。南投市八卦山顶一间捡舞场，因疫情未解封，规划农村体验游艇，提供民众预约，开放高龄以下的团体登记进园，体验早期农村捡鸡卵的趣味。每一种鸡种呢，生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啊、我们进去简单的时候，不要跑，不要跳、啊、不要大声喧哗、啊。出来外面就是走走看看，然后来捡捡蛋也不错，然后体会一下说养鸡的辛苦、哦啊、那一种趣味性。这边的蛮空旷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安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封闭在家里，然后现在可以稍微啊。出来透透气，但是也不能太放松。大家都闷坏了，所以我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山上的风俗民情，然后顺便来捡捡鸡蛋，了解一下土鸡的饲养过程，然后体验一下农村乐。跳舞场原本拢是做无菜单料理，用自助餐的方式，让民众用餐。因应疫情，现在推出鸡酒、剥皮辣椒鸡汤、甲香鸡等料理，并分做家庭餐、甲个人餐，方便民众早早。以往的话，我们是自助式吃到饱的，就是大家都要去夹菜，但是这样真的是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改成装好了鸡汤，对，那一人一碗这样子。大家在家里闷了快两个月，所以我们推出捡鸡蛋的行程，这样让大家出来户外走一走，然后顺便再把好的东西，像我们家的鸡蛋什么东西带回家自己煮。近期疫情未解封，南投县道139沿线业者拢真用心规划，希望疫情正式解封以后，会当吸引人潮，进行地方的观光甲经济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